好，我们刚刚有看到那个文章里面，好，文章里面有提到一段，就是最后一段，最后一句，有提到哈，比如说这个 ，al mismo tiempo también tiene que conocer y valorar la cultura hispánica ampliando， 哦，这个是动词的现在进行式哈 ，su perspectiva internacional。那我们有刚刚也稍微提了一下现在进行式哈，它的思维变化。那我们现在做这个练习哈。哦，这个练习你也可以在这边哦，就是那个开放式课程这边有好练习题，现在进行式，哎，你点出来就会看到了。哦，看到这份讲义。好，这个练习是提示，你把左边的哈，其实，哎，这边我把它压缩了哈，就是比如说这句涂成黄色的。这个句子它是一般的就是陈述式，哦，陈述式。那现在就是你要把这个蓝色的字，蓝色的，哦，这个动词你要把它改成现在进行式，哦，这样就可以了，哦，好，那你看第一句，哦，我们一起看好了。 El profesor 是老师。 Borra它是一个规则变化动词 borrar， 就擦掉，比如说板擦吗？擦黑板吗 ？borrar。好 ，algo 就是一些某个东西 ，something 哈 ，algo 就是某个东西。从哪边擦掉呢 ？de la pizarra 就这个黑板。啊 ，pizarra 像这个黑板哈，因为我们都是用，我都用制作成那个 PowerPoint 或是可以投影的哈。所以我就没有写白板了，好，不然就，哎，老师说写黑板它会擦掉，哦，尤其是那些理工科的，他可能要写那个方程式啊，哦，推理的，他说写错会擦掉，哈 ，borra 就擦掉。好，你看这个动词 borrar， 现在进行式要怎么改？不止一个字哦，这边要填两个字哦。我们刚刚是不是讲到说，哎，进行式前面还有一个助动词，是哪个动词？用哪个动词 ？estar， 对不对？好，所以现在怎么改 ？El profesor borra algo de la pizarra。好，我现在是强调他正在擦黑板，正在把黑板上的一些东西擦掉。那怎么说 ？El profesor 怎么样 ？estar 怎么改？这样看得懂吗 ？Está borrando， 你看到是不是？我用这个助动词 estar， 对不对 ？Está borrando algo de la pizarra， 有没有问题？是不是改成 ar 结尾改成什么？加上这个助动词后面，如果用进行式 ar 改成什么 ando， 对不对 ？Está borrando， 对不对？啊，老师正在擦。刚刚写黑板擦黑板哦 ，borrando， 这样没问题，有没有？这边刚刚有提到啊，有没有？进行式 estar 加上 ando， 对不对？加上后面加上进行式啊，用这个助动词 estar， 在人生在做变化，就是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等等哈，都是用 estar 去做人称的变化。那进行式的词尾变化是固定的哈 ，r 结尾就是 ando，r e 的就是 endo， 这样没问题。那你现在应该第二句应该就会了吧？好，第二句我们再看 ，el chico tira la basura en la papelera， tira 是什么？丢哦，你可以说丢东西、丢垃圾、投掷也可以哈。basura 是垃圾。把书啦，丢在哪里呢 ？Papelera， 你们猜是什么 ？Papel 知道吗？对不对 ？Papel 是纸张啊，我们讲念过发音啦。那 Papelera
是那个东城那个东西是纸屑篓，是这样念，还是垃圾桶？哦，我丢了一个，把垃圾什么？这个男生把垃圾丢在纸屑篓里。好，那你现在改，现在改那个 dilar。改这个低了，怎么改？重启，我这个看，怎么改？Ichigo 是第三人称，所以还是用什么？还是用 está？是不是？然后嘞，dilar 怎么改？R 结尾，它是一个规则变化，它是一个规则变化哈。像刚刚我把它写下来好了。刚刚这个动词 borrar，这都是规则变化哈。那 dilar，哈，它是一个它的原型是这样。所以要怎么改？Está，我就帮你写 Está 了。Dirá 怎么变？Dirando，哦，就 Dirando，就可以啦。Dirar，我们变成 Dirando。好，Dirando，Dirando，啊，他正在丢垃圾，他正在把垃圾给丢出去哈，丢到那个纸屑篓里去。有没有问题？我看第三句。El chico está escucha，对不起，El chico escucha la música，他在听音乐，他在听音乐。好，我们现在改成他正在听音乐，要怎么说？张亚纯，你试试看，他正在听音乐。其实我们这边的助动词第三人称都一样了，都是用哪个？está，对不对？好，那听听怎么改？这个动词我们学过了哈，这边都是规则变化。他正在听音乐，怎么说？escuchando 哈，está escuchando，他正在听音乐，está escuchando，他正在听音乐。有没有问题？不会很难的、啊、哈。现在进行式，其实有时候你会想说，像英文我们说 ving，对不对？那西班牙语的现在进行式就是有那个鼻音啊，ando、yendo，而它就是有两种变化，r 结尾就改成 ando，r ir 改成 yendo。好，来我们来看，好下一句哈。好，下一句注意哦，它有两个动词哦哈。他说 el señor。Mira e indica algo de lejos. Mira 有那种专注看的意思啊，watch 啊，e indica 啊，indica 指着，而且指的某样东西。这个东西怎样？de lejos，de lejos 是远方的，lejos 是很远的。哦，就说这位先生哈，他在看，而且指出远远的，就是指着远方的东西。好，我们把这个蓝一样是蓝色的部分哈，要怎么改？这两个动词都是规则变化，把它写下来哈。你们可以记一下它的原型动词 milar，还有一个是 indicar。那我有讲过哈，这边它为什么改成 A？同学还记得吗？啊，它本来是一，对不对？本来用一个一个，是不是？是不是？它为什么要改成 A？因为这个一 indica 的这个母音开始是一这个音，所以你这边要改成什么？A 呀、啊？有没有印象？好，这两个动词也是规则变化的哈。那助动词是呢用哪一个？是不是还是 estar？因为 el señor 它是第三人称单数嘛，estar 是不是？
好，后面怎么说？料理词，你看看这个。El señor está看那个米娜要怎么改？你做一个动词的变化。Está 专注的看那个米。哎 ，mirando，mirando，mirando 哈，有那个鼻音 ，mirando， 好，再来看一下 ，mirando 哈，何一真吗？何一真，来，你下一个 ，indicar 怎么变？还是用这个连接词 a 怎样？Indicando 哈，我帮你写出来了哈。El señor está mirando e indicando， 再没问题，应该不难吧？最重点是你要知道前面那个助动词哈，我们用 estar， 那它的人称变化都人称的变化都是看这个助动词，那进行式的动词变化都是固定的 ，are 就改成 ando 嘛，哈。好，我们再看这一题哈。好，一起做了哈。这题我讲好了。El señor lee el periódico。这位先生他在读，在看报纸。Leer， 反正阅读的意思。Leer。好 ，er 结尾，你看它是圆形的哈。Leer。Leer。Leer 哈。Leer。好，如果照我们刚刚讲的是怎么变 ，air 的结尾改成什么 ？yendo， 可是这样变对吗？不对哈，以后你要注意，如果 e 这个母音，它在两个母音中间，前后都是母音，在这个情况下，这个 e 你要改成什么 ？igriega。你要把它改成 igriega， 有没有看到？所以是 leyendo，leyendo， 啊，这个同学特别要注意哈，哎 ，leyendo， 啊 ，leyendo， 记得哈 ，e 它如果在两个母音中间 ，a， 你看这边前后都是 a 嘛，所以这个时候你要 e 要改成 igriega， 啊，这位先生正在看报纸，哈，读报纸。Está leyendo el periódico. 好，下一句哈，我再去看。Buscar 哈是这个动词。Buscar。Buscar 哈。Buscar. 好，找哈、哦，这个男女生好换女生哈、哦、，La chica 就是个女生。Busca cosas 是东西，她在哪边翻东西呢 ？Bolso 是女用的皮包、啊，看什么东西要找车票，哦，要上车搭公车要找那个车票，但是翻到找不到 ，Busca cosas。找在他包包里面找东西，好、啊，怎么变 ？Está， 哎，张新慧，你说说看好了。Está， 对 ，buscando 哈、哦，你这边都是规则变化了 ，R 结尾就把它改成 ando 就好了 ，buscando、哦。他正在包包里，你看他好急呀、啊、哈、哦，已经可能上车了，已经搭上公车了，可是没有票，你翻哈。哦Está buscando. 好，下一句哈、哦。啊，这个动词我们学过了哈、哦。Escribe， 像你们现在在写都写字啊。Escribe。好，这个小姐 ，señorita 是小姐哈、哦。好，是个小姐在写东西，所以她正在写东西，怎么说？邱雨涵。喂 ，está
escri 怎么样？怎么变？要写一半了。他正在写东西，像你们现在正在抄啊，抄笔记啊。está escribiendo， 哦，就 r 就你改成 yendo 就好了。está 只是看起来好像句子好，单词好长哦。está escribiendo， está escribiendo， 哦，哎，这个小姐正在写东西。好，打开，这个不难哈。正在打开门，他打开门之后进去了哈。好 ，el chico está， 好，我直接写 abriendo， 正在打开门 ，la puerta y entra， 好，就进去了，之后就进去了哈。有没有问题？因为这些都是规则变化哈。Está escribiendo, está abriendo la puerta y entra. 哎，这下一个应该也是要改 y entrando。他打开门了，然后正在进去哦。他强调进入进门的这个动作哈，进门的这个动作 entrando, entrando 哈。它都共用这个句子就是共用前面这个助动词哈 ，está。好，下一个 ，la chica bebe agua caliente。bebe agua caliente， 他正在喝 ，caliente 是热的哦，烧开的水，然后烫的，热的哈 ，caliente，caliente， 天气。我们这边比较强调东西的热哈、哦。好，这个女生正在怎么样？喝热水。Está beber 怎么改？这是一个规则变化。Bebiendo 哈、哦，这个字比较熟悉，你就比较容易变得出来哈、哦。Bebiendo。最后一句我把它写出来了 El chico mete un libro en el bolso。 好，这个男生比如说下课了，把书，你的书要放到包包里去。好，这个动作置放 meter 或放入 meter mete un libro en el bolso， 他把一本书放在包包里，背包里。这一般比较强调上 bolso 侧背的包包。好，那如果我们强调这个动作进行是什么 ？El chico está， 是不是 el 就改成 yendo， 对不对 ？Está metiendo， 好 ，un libro en el bolso。再问题。